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也不难行。阿边英雄阿边就行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侪侪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当作您定称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，咱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是每天拜到拜五下晡时两点开始，到四点。希望有小弟阿宏幸困，甲咱诸位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、社会事、家庭事、教育事等。来继续，阿宏报告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吼。这个台北市长郭文铁伊伫咧讲啦，讲见过大陆的这个官员，盼望双城。论坛会当继续啊，过来举办安尼啦。这是《中国时报》综合报道吼。台北市长郭文铁昨，就是应该是昨日啦吼，因为这件新闻是昨的新闻吼。我今日啊这个报道吼。那么在这个市政会议了后，记者会内面在透露，最近曾经跟大陆官员见过面，清楚表达希望，这个赴台啊，双城论坛会当继续过来举办安尼啦。讲到这吼，阿宏要来插一句啊。
啊，你甲想，即个科比话乱讲，对毋对？伊讲啥物的时阵安尼啊？啥物诶？两国一致啦，啊！伊讲两国一致，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啊，所以人大陆都咧批评啊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伊即卖的时阵安尼啊，算讲，但到底伊要见人，伊也是人要见，都啊毋知咧。伊就讲的时阵安尼啊，最近曾经甲大陆的这个官员啊来见过面。稍等下，咱搁报落，你就知影，到底伊咧见人。也是人在见吼，一边甲因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大国，你甲看，称呼因中国大陆是作为世界大国哦。啊，你这科批呀，啊，也会顺安尼啊，甲俄罗大。中国大陆是大国安尼啦，你该想啊？人讲的是安尼啊，做他人之威风，灭自己的啊，这个志气安尼。那么应该以更较大自信处理台湾的这个问题。听听哦，无同款的这个声音安尼啦。啊，当暗时你。台北市长，即马你科比才开始个啊！人进前个时阵安尼啊，国民党个哦，包括个时阵安尼啊，即个啥物人？台北市长当了后，敢是马英九吼？哦、这个陈总统敢若用啊有？吼、哦，马英九对毋对？啊了后个时阵啊，何龙斌。啊，才你呢？人早的时阵安尼啊，都两成啊，啊到结交的时阵安尼，敢是加门啊，加门啊，饲的款啦吼。啊，啊你的时阵安尼啊，人的声音都无同款的声音，都会当会使讲听唔得几年去啊。伊讲哦，大陆应该听听无同款的这声音啦。至于是何倒一挂大陆官员哦，至于甲倒一挂大陆的这个官员见面，挂问题都无爱讲啊，啊，安怎都无正式哩？是伊要去见人诶，都毋是人要去见伊哩，对毋对？啊，伊讲哦，我无爱讲白贼话啦。但是吼、哦，无代表我什么话啊，拢着爱讲安尼啦。那么拄啊好，当着中共上海市常委沙海林、上海市代办主任李文辉率团来台进行青年交流。那么两天，吼、哦，哦，二日啦，毋是两天。找你就对了。那么，因才伫个台北市议会啊，甲个孙安尼国民党青年党团举行着交流座谈，但是上海市台办强调啦，无安排甲郭文铁见面的这个行程哦。啊，你甲看，啊看阿洪拄仔咧讲讲到底谁见谁人。那么郭文铁上台了后。因为两岸论述动向不明安尼，大陆到今日也未有官方参访团甲台北市正式的这个交流了。因为安怎讲？因为这个何龙斌台北市长，这个何龙斌落台了后，换你的孙安尼郭文铁，你所讲的话，人。对话的时阵安尼啊，吼，都咧，甲你呛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所以人看看哦，啊，你这个
乖的，算讲，甲你大了讲的时阵尔，但迄句安怎讲？我说要讲出来，说讲袂出安尼。算讲的时阵尔，看你的言行就对啦。但迄句，当我说过吞落去吼。伊讲哦，无论见啥人，挂问题应该是私下少有不拘礼遇安尼啦。哦，啊，但那是安尼。啊，但伊就知影的阵安尼啊，当然乖了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就赶紧主动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什么不拘礼遇？介阵安尼，代表官员交换意见安尼啦。啊，强调互信，不但两国安尼啦，啊，伊毋是讲两国一致，啊，所以这个瓜皮哦，连咪讲安尼，连咪讲安尼啦，哦，是的，伊话到底是要听安怎都拢毋知啊。那么在国台办伫个二日。批考伊个即个瓜问题个即个两国一致，是挑衅两岸底线了后，瓜问题怎着闭口，袂谈中国个，对毋对？互大陆个算啊，甲呛啊，尔伊就惊着啊，对毋对？就点点啊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啊，等下搁去唱秋。啊，对这上海可能停办双城论坛，甚至抵制2017年世代运的时阵，伊伫个表示啦。最近我拄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官员，我甲伊讲一个概念呐。中国大陆作为世界大国。实在有影有够闹气的，共破脚床啦，瓜皮羊仔共破脚床的啦，啊！应该有搁较大伊的这个自信来处理台湾的这个问题。真正的这个强国，对于这个无同款的这个声音，有时啊吼。无好意思，讲是啥物？忽视啦，忽视啦吼。至于这个会当听听的、看看安尼啦，卖凡事拢非常的在意啊。啊，你也想，人都袂插伊哩，啊，结果伊就自讨无趣安尼啦。那么伊伫个讲啦，瓜皮啦。我对中国大陆，哈、啊，的这个政策非常的这个清楚，嗯、啊啊，两岸必须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继续往前进，要先有互信的这个基础，再来是互爱、互谅啊。啊，人个我有讲过啊，进前都毋是干那哩台北市长打只嘴才开始的呢。人骨力林的这个市长，人拢都有咧交流啊，尤其是国民党诶，你做你家看，台北市过去国民党诶，当然大陆伊就继续咧交流。你看南部有交流无？台南市长吼，呾偌已经即届搁做第二届啊，对毋对啦？是毋是？啊，有咧交流无？啊，所以人伊是看国民党诶，诶，即个头面啊。你若亲像民进党咧换头，大了无遐简单，都咧交流啦。安怎讲？伊会抵制，伊会抵制。安怎呢？咱台湾是算啥？
对不对？过去的时阵，安尼啊，伫个国际上，大陆咧打压着这个台湾，你甲想看卖啊？荷兰的时阵，安尼啊，包括阿扁啊，开都喘袂出来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要甲人点么样啊？亲像这个什么啊？台独的啦，这个国什么？国什么的啊？这个啊，我电脑拢记也袂记的哩。哦，国宽敏呐，哦，对不对啦？但伊家己嘛讲，哈、啊，我这个老宽颠，嗯，啊，都中华民国都已经独立啊，我搁咧发独立，啊，即马搁无共啊，即马了后伊就搁讲伊要搁独立啊，安尼啦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吼，念咪讲安尼，念咪讲安尼，迄个嘴吼。使乌白转呢？念咪讲安尼，念咪讲安尼。所以我介无欢喜这种个政治人物，哈、啊。当着伊有利个，吼、哦，伊就安尼直直拉去；当着伊不利个，嘿，伊就转弯啊，就是安尼先。那么继续增进扩大个这个交流。那是你瓜皮家己讲的，拄则咱有讲过啊。大陆即嘛，啊，啊，搁无表示的孙阿娘要继续，甲台北市继续的孙阿娘啊来交流，对不对啦？咱拄有报过啊嘛，是毋是？啊，即句就是瓜皮家己讲的啊，对不对？家己网脸上咧贴起的嘛。伊讲本人哦，真清楚表达，哦，伊你就看，伊家己表达的对不对啦？那么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会继续办，这是你家己一厢情愿。甚至哦，阮希望讲将伊扩大成两岸城市论坛啊。但是也算应该在双方互相尊重、互相谅解的这个基础上。一旦的孙阿娘有互信，继续这个往前进。郭文铁伊讲的，哦，这是郭文铁伊讲。啊，至于遭受到《环球时报》痛批，郭文铁回呛：我非常清楚，伊无代表中国大陆政府伊这个态度。啊！伊讲吼，安尼插伊要从啥物就对啦。伊讲插这个《环球时报》是要从啥个啊？安尼啦。啊，这个《环球时报》咱所知啊，是仗着中国大陆政府的这个态度，那么话讲，那么啊来转播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瓜皮是讲啊，插伊要从啥？伊也无代表中国大陆安尼就对，中国大陆政府。伊讲我需要对单一报纸回应吗？好，事实就是啦，继续往前进。哦，那么上海大研所的这个常务副所长李英杰，伊认为讲，进前的这个两国一致吼、发表了后，郭文铁伊这个言论呐、啊。已经流失了部分原本支持伊的这个拿军选民，相当聪明的这个郭文铁，哈，立刻做出反应。但是伊这种的口无杂然呐吼，的这个作风，口无遮拦的这个作风，包括上海市在内的这个大陆。涉台各部门拢还阁伫观察，吼、哦，伊的这个观察，观察一阵子啦，吼、哦，要阁观察一个时阵，吼、哦，再阁来做定论安尼啦。所以咱所知影瓜皮吼，伊咧讲的话吼，都达项落去伤到人。啊，这种的做大代志袂，无可能的代志，
无可能的代志，吼、哦。所以阿宏电脑伫咧讲，参像即种的市场吼、哦，台北市民阿宏有讲过啊，皮都变较红的啦。好，到这结束。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来收听秋风落柳，再见，拜拜。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芳天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呀吧，恨你呀好。敢会改变这个结果？总讲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芳天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呀吧，恨你呀好。该改变这个结果，总讲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会改变这个结果，总讲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。